阿弥陀佛，啊、呃，陈校长，啊，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昨天啊，我们一起学习到啊，老法师教导啊啊，传、啊、统文化老师。 应该具备的素质啊，啊，不贪不嗔，不痴不慢。啊，佛家讲呢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啊，这个是与生带来的烦恼。啊，我爱，啊，我爱就是我贪了、啊。 啊，我慢啊，这就是我嗔呢、啊。啊，所以慢呢是嗔慧的核心呢、啊。啊，我们说擒贼先擒王啊。啊，了凡四训说啊，我们要去掉习气呀、啊，如斩毒书 直断其根啊！所以嗔恨的核心是傲慢，哎，我们从这里对自己还有我痴，而愚痴的核心啊是怀疑啊！所以待会我们也跟着老人家教导。 来学习啊，怎么放下疑啊、哦？所以，我爱，我慢，我痴，我见，自己的认知啊很强啊，啊，很固执啊，谁劝我们呢？劝不动啊、哦！哎，首先呢，哎，觉得这个身是我啊。 那这个认知啊，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执着了啊！哎，这个身是我，那就有我跟人相对产生了啊。其实真相应该是啊，整个宇宙啊都是我，所以一切法都是我的身，叫法身。 这才是真正的我。我们没有遇到佛法，想破脑子都不可能知道这个真相啊！所以叫佛法难闻啊！不了解这个真相，我们都是用违背真理的思想行为在生活了。 哎，这个身才是我。他为了这个身，啊，很计较啊，跟人家争啊，啊，那些思想言行都是造业了。哎，真的真到知道这个真相了，于诸众生视若自己，不止不造业了，每天爱人、成就人。 啊，就像我们从事教学，一心培养国家的栋梁，那这这是菩萨老师的啊，不持不造业，积功累德啊，当生成佛，当生成就啊，所以为什么佛法讲？ 修行所重正知见，啊，就是我们建立起对宇宙人生正确的认知。这正知正见呢？啊，佛门常说佛知佛见呢。啊，佛是觉悟了，啊，他觉悟一切法都是我的身。 啊，佛还很善巧，这个我们从事教学呀、啊，也要学习佛的善巧。啊、哦，有一本书可能大家有印象，叫《百育经》。啊，在经典里面很多故事，哎，他用用来譬喻，用来隐喻。 所以《礼记学记》里面讲，啊，善于教学的人呢、啊，啊，啊，他的言语啊，啊，微而达，啊，这个约而达，微而彰，罕辟而喻。 所以，我们当老师，哎，《礼记学记》太重要了。啊、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花个三个小时以上，啊、哦，还把济济、啊《礼记学记》啊学一遍？啊、哦，我们可以听，啊，有讲，啊这一篇，啊文章的，啊这些录像带。 啊，或者我们找啊，比方汉朝郑玄，啊，唐朝孔颖达，啊，对这一篇的注解，哎、来深入这一部啊非常详细的教育哲学。哎，我自己啊，是觉得蛮幸运的。 我还没有当老师以前，先听老法师讲经了。尤其其中有一句《礼记学记》的话提的次数特别多，啊，叫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，哎，让我们感觉到教学的重要啊。 啊，在他老人家的教导之下，哎，我们也深入在思维。看看现在，从身心的问题，啊，到家庭，到社会团体，到国与国之间，种种矛盾冲突啊，怎么解决？只能靠教学了。 因为通通是人心不明理所产生的行为冲突，但人心不明理，啊，人不学也不知道，人不学也不知义，只有靠教育了。好，我记得我在读那一年教育学分班呢。 啊，我们老师啊，尹老师啊，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：啊，电脑可不可以取代老师啊？哦，哎，让我们思考啊。哎，其实现在要拿一个啊，大学学位、硕士学位啊，啊，你看是老师比较厉害，还是电脑比较厉害啊？ 哎，要拿那个学位，可能你，在电脑里面找资料啊，这些知识技能的东西，哎，你可以拿到一个学位啊，啊，甚至于现在都有网上拿学位的，但是我们从韩愈先生的话。 师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哎，这个电脑能不能取代啊？哦，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亲戚朋友啊？他说：“我跟电脑学道到道了。呵呵”哦，oh. 啊，有没有？ 看过哪一个朋友说啊，我跟电脑沟通啊，他把我的疑惑解开了哦，还是我跟着电脑啊，我学到怎么经营事业了啊，我的事业成功了，就是因为这个电脑里面的资料帮助我的可能有了，但这个人悟性要很高了。<laughs> 哦，一般来讲，我们看在事业当中有成就的，往往都是他遇到了那个领域啊，一个很愿意教人的长辈或者领导，啊，教他很多心法。 啊，在企业界，可能大家都有听过，现在可能企业界没有人的威望、智慧超过他了。啊，稻盛和夫啊，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，可能是过去生做生意的习气吧，啊，特别想做企业家。<laughs> 哦。 哎，小学回到外婆家都是做生意了哈、啊，这这个习气带的太重了啊。啊，后来遇到阿弥陀佛，特别高兴，这个生意做定了啊，啊，跟阿弥陀佛合作，<laughs> 诶啊，这个习气可以因势利导，把它用到对的地方去啊。 以前在台湾，一进书局，企业界的书，宋夏信之著。但是这些人已经去世了。稻盛和夫啊，还在啊，而且他由他白手起家的五百强，世界五百强有三家呢，哇、哦，那不得了。 哎、欸，当时候日本航空要倒闭了，亏损差不多一千八百亿呀、啊，每年呢、啊。当时候的首相请他出山呢，他为什么退休呢？因为他发现自己有癌症了、啊。好、哦，把资产呢、啊、分给。 员工啊，可这是真有情义的人啊。他哪怕做事业，他没有一个我的钱，我的企业。看佛门要放下的就是我跟我所啊，这轮回的根源呢、啊，轮回是我执变现的。 啊，我的企业，我的车子，我的房子，这念头一放不下，铁定要轮回的。啊，贪恋世间一根草，都出不了轮回，更何况是一间房子啊？哦，哎，他都交代好了。啊，其实他。 发现癌症了、啊，当天他已经知道了，他还去给年轻企业家演讲。相信他演讲的内容，一定是鼓励这些企业家，哎，真正为社会来服务啊！啊，他太太阻止他，没没有阻止得了。哦，然后就开始安排。 把这个财产都分下去了，自己啊出家修行，很放得下。你看三家全球五百大，说放就放了啊，这都是菩萨在给我们表演了。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呀？ 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？放得下做佛啊，放不下，永无出体的轮回啊！我们自己得想清楚了啊！结果他出家修行几年了啊，当时候的首相啊鸠山由纪夫。 因为日本航空要倒了，这是他们国家的一个标志型企业啊，会影响全国的信心，所以上山找他，可不可以？啊，重出啊企业界啊，不要说江湖了，啊，重出企业界，他答应了。 哎，我们有没有看到修行人啊，无可无不可，可以出来，也可以不出来。出来跟不出来，都有他的表法。你看武则天，请六祖大师请了几次，请不动啊，不出来。 啊，神秀大师在了吗？哦，而且不出来就是表放下世间名利。哎，范仲淹先生有个后代啊，范文成先生，在明末清初的一个读书人。 结果明朝岌岌可危了，哦，当时候努尔哈赤啊、皇太极啊，这个满清开创的这些帝王，在东北兴起了，入关啊，哎，你看，这个范文程先生没有退隐哦，他去帮皇太极。 你看，无可无不可啊！所以《论语》说：“君子义以为止啊，道义啊为衡量。义者，宜也。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洞察当时候的时节因缘。”哎，他去辅佐皇太极。 在很多的战争里面，都劝皇太极不要杀生了。我们要知道，那个战争的时候，有时候火气很大，旁边没人提醒，哇，打了三个月打不下来，打进去第一件事屠城，那伤亡都是千万的、啊。 这些精神呢、啊，真的都是我们的学处啊！这些读书人呢、啊，他们在时代当中的应对进退啊，哎，又是另一个乱世啊！宋末明初，那时候整个中国很乱的、啊，哎，啊，当时候。 道家好像金庸小说里面也有提到的，哎，我一时想不起来。 丘处机啊，哦，丘处机呀，在山东啊，成吉思汗请他，结果他那时候年纪很大了，接受邀请啊，他走的那个长度啊。 走了，好像两三年的时间才到啊！你看这么大年纪了，去干什么？劝成吉思汗别再西征了。你看每一场战争要死多少人呢、啊？忘我的境界呀、啊，那么大年纪了。 那个整个路途啊，经过沙漠啊，经过高山、啊，严寒呐、啊，都可能没命的、啊。他为了苍生，啊，不顾自己的生命了。果然，这智诚心啊，把成吉思汗劝住了、哦。没有再打了。所以。所以 自杀了，啊！慈悲为怀呀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三教都是这么教的。哦啊！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范文臣先生，他能洞察明朝气数已尽，既然清朝必然要掌握政权了，顺势的。 能够减少杀戮啊！其实这样的读书人，往往啊，真正建立政权之后，稳定了，他就不一定会留了啊。我们历史当中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人，刘伯温呢、啊？哦、啊，你们认识吧？啊，假如不认识，我们就有代沟了哈、啊。 我们以前跨国戏都有看过了，歌仔戏啦，<laughs> 啊，油雷花国戏啊，啊，伴随我们长大的啊，所以历史都是从那里学的。哦 <laughs>、啊，还有布袋戏啊，黄俊雄布袋戏啊，<laughs> 啊，哦，他们也不简单呢，啊，可能是子孙呢。 三代人啊，都是这种艺术教化，很难得啊、哦，所以啊、哦，我们这些圣哲人呢，啊，他们的心境啊、哦，是我们的学处、哦、而。 他们能有这些心境啊，也都来自于他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人一清楚这个身不是我，他就不会贪求啊生活的享受了。好，那佛又很会譬喻啊，我刚刚跟大家提到了礼济济《礼记学记》。 叙述一个好的教学者，啊，约而达，约就是简约，他言语简练，哎，可能呢三五句话就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，约而达，哎，人家一听明白了，啊，微而张。哎，他一些叙述很精微，啊，很多道理、啊。 他一讲就彰显出来，人家就体会到了。哦，当然呢，这里面最重要的，自己啊，对这些毅力啊，要领纳在心中啊，自己的心境啊，要不断提升。 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？比方说，觉得哎，师傅这些道理讲的很好，这一段话讲的很好，哎，刚好遇到经济朋友，哎，论的事情呢，跟这个蛮相应的，哎，我们也给他复讲一下。结果讲讲讲一半呢，哎，有点表达不下去了。 你们有这个经验吗？哇，你们都是随文入关了啊,啊，都是颜回的水平啊啊，全部吸收了，然、哦、后有有有时候自己这个一练讲，哎，讲不清楚了，看起来好像听过了，但是心还没有领会彻底。 然后，罕譬而喻啊，他举一两个譬喻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所以佛有百喻经啊，啊，其实这个百喻经是根据很多经论的故事把它收集起来的。好，尤其《法华经》，那么一大部经啊，大部分都在讲故事。 啊，他从故事里面呢、啊，把理彰显出来啊，所以我们当老师要很会讲故事啊，但是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啊，在讲故事当中啊，启发学生啊，把一些理呀、啊、彰显出来，甚至彰显出来的时候啊，又跟学生的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。 结合起来，啊，他他就能去感受了。哦，原来这个故事跟我有关系。啊，哎，我们引导他不能达到呢，故事跟他有关呢，那他的学习状态就是：课本是课本，教科书是教科书，我是我，故事是故事，我还是我。 所以这个理事圆融，理事不恶。哎，我们常常要在引导当中啊，让学生去感受不恶法门呢、啊。有恶就入不了觉了，因为恶是分别的。哎，教科书是教科书，我是我。 人有这种认知的时候，他的状态就是离觉悟越来越远了。哦，所以承德自己回想，哎，我在受教育的过程，我会觉得，教科书定的规矩啊，我在生活当中不一定要做，啊、哦，或者有人在的时候做，没人在的时候可以不用做。哎，这些认知对我来讲。 就是一种障碍，障碍我觉悟了，这个认知就有分别，就有执着了。哎，我是我，你是你，分别执着了，开不了悟了。哎，人前人后不一样，这都都是障碍。哎呦，妈妈今天怎么？ 把家里整理的这么干净，哦，原来有人要来了，哦，那有人来的时候才整理了。哎 <laughs>、欸，我们当长辈要身教，可不容易，可不容易，<laughs> 这个可来不点半点虚的哦。哦，你看老法师说，啊，我们年轻人发心做。 小学老师，啊，陪伴孩子，啊，这个孩子从四五岁就你教，给他教到，啊，送到汉学，啊，这句我说的了，啊 <laughs>、哦，师傅说，啊，给他教到大学，啊，你陪他十几年，哎，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，啊，诸位老师，假如现在。 啊，两个学生跟你生活在一起，你愿不愿意啊？哦，讲话呢，讲到这里就点到为止了啊、哦，不能继续再讲下去了啊，这样就给彼此压力了啊、哦。哎，当你给别人压力的时候，你也会有压力的。<laughs> 哦，所以想想啊。 我们想要成就孩子、啊，首先得要提升我们自己呀、啊。哎，真正《礼记学记》，我们好好给他学一遍。哦，我还有很多能力呀、啊，要积累呀、啊。当个老师不简单了、啊。哦，哎，《礼记学记》里面说：“知为人师，然后可以为人长。” 知为人长，然后可以为人君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为人师还不一定能够为人长啊！哎、欸，一个家族啊，那个头啊，他带领啊，少七八十人，多两三百人。你带一个家族，每天叮叮当当有这些人士出现。 你要能够让人家都你处理的都很服气，那可不是你四书五经背好了就能服气了，那是要有历练的啊，啊，处理的让人心服口服啊！天下第一家在明朝是正濂呢、啊，家里人超过一千人呢、啊。 相处很好，和乐啊！怎么做到的？这个德育课本里面有这个故事、啊，很很重要了。所以，我们当老师所学到的理论呢、啊，真的都要在人事境缘当中练啊，立事练心呢、啊。 啊，不要说教学生了、啊，当老师的人呢、啊，有时候夫妻关系也都不见得处得好啊，啊，甚至于自己的孩子，哪怕只有一个，都不见得搞得定了、啊。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无知。你说《大学》这句话，我们读过古书的人。 谁把这句话重视了？书还是书啊？照样用我们本来的生活习惯在处事待人。哎，当我们啊对经典没有放在心上，那我们学习经典是什么状态？ 那这个就要自己去勘验了。啊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自知啊，啊，用经典什么，让别人觉得，哎，我挺难得的，哎，我我在学习古书，我在学佛，啊，我在学四书五经。 让人对我印象不错啊，这也是铭文了啊,啊！几个人真正正视自己的真实状况，不自欺。哎，我这个月我对得起公家的薪水吗？啊，哎，我教这一门科，学生真的有得利益吗？ 啊，就像《春学秋雨》里面提到，啊，古代有一位许衡先生，悟性很好。看、啊，当时候私塾老师教到他，啊，换了几个老师啊，教了说我没有资格教他。在、啊啊、当时候的教书先生。 人家不是为了那个素修啊！哇，那有的教的机会，假如看这个素修看的很重，他不会有这个态度的。这是真正不自欺也不欺人啊！我们没有这个程度教这个学生打肿脸充胖子。 这站着这个位置不放，那我们能把四书五经学进去吗？不可能的。要能把四书五经学进去，是我们的心境要跟圣贤君子相应，不然一辈子搞下来，通通是虚名。 通通是享自己的福报而已了。哎，教学呀、啊，你没有教对的时候，可能学生从你身上的言行就学到错的了。啊，所以古人呢、啊，都重视啊。 哎，我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坐这个位置？真有这个能力了，德行了，人家不给他这个位置，他也不怨天不尤人。不患无位啊，患所以立呀。不患没有位置可以发挥。 首先，什么？我积累够了，在这一个官位上，在这一个职位上，我能不能服务好百姓？我能不能尽好我的本分？这是他思维的。我们真的要深入四书五经呢，得从目前当目其性去学。 圣贤人的尊心啊，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啊，人家不认可我，不了解我，不难过。啊、哦，比方说学校没有派啊一些学科让我教了，那我们要反思啊。 是不是我哪些能力还不够啊？而不是去抱怨呢、啊？你真有这个能力的都不抱怨，更何况可能是我们根本能力不够，人家不敢给我们做啊。其实，在我们这一辈啊，我自己的观察，从小没有基础啊，做事要让人放心啊，就已经不多了。 我们这一辈做事还得让领导操心啊！说实在的，在一个团体里面，请我们来，就是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。我们是来解决事的，不是来让人家操心的。所以，假如我们在工作当中还要让不少人操我们的心，我们真明白了，那我就自己走人了，不用人家请我啊。 我我对不起这个姻缘、这个职位，还有这个俸禄了啊！我们都是从功利社会里面成长起来的，或多或少，其实都把自己的名利摆在前面，自己没有发现。 但是这个四大烦恼又会起作用了，我见呢，啊，哎，我觉得我又把工作做好了，哎，工作做好啊，有始有终那么容易啊？只要这个心不是真正奉献的心，那个做好了是他自己的标准叫做好了，其实以标准来讲，铁定不够，为什么？ 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一个人做一件事，不是奉献的心，他能把那个事做圆满，我不相信。他只把它当工作，或多或少都有应付的成分在里面。人真的觉得要把这个事做好。 他虽然身体累啊，他心里踏实啊。而应付的人呢、啊，就怕吃亏，就怕多做，收尾啊，往往草率。只要收尾草率，后面的人还得帮我们收拾。你说，本来找我们来承担责任的。 人家还得补我们这个，补我们那个，我们还领着俸禄，甚至于还是大众的供养。你说这不是造业吗？啊，这些话呢，只能在讲课的时候讲了、啊，私底下讲很难呢、啊。一讲、啊、跟人家结怨呐，啊，在台上讲，我也没有针对谁啊。 那能接受的接受，不能接受的不跟他结怨了、啊。这是承德观察老和尚。啊 <laughs>、哦，我我我们听同修，老和尚都不讲人了。我不止听一个同修这么讲啊，其实他看错了。所以有时候啊。 我们看似不见得看对，又觉得自己我我这么认为，又觉得很对啊！哎，现在提的这点呢、啊，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很有关系啊。温良恭俭让啊，这个典故啊，是因为这个陈亢啊，啊，也有读刚的啊。 孔子的学生啊，他在观察孔子啊。哎，夫子至于是邦也、哎，夫子到了每一个国家，必闻其政。怎么这个国家的国政，夫子都知道啊？求之与，与之与啊？是孔子去。 去给人家求的，还是人家告诉孔子的，他自己看不懂了。哎，一个当学生的看不懂老师，那怎么学啊？哎，看不懂啊，那个疑心一直在哦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呢，哦，这个陈刚啊，出现好几次哦。 他又有一次出现了，他找孔子的儿子伯宇把他找过来。你爸爸有没有多教你什么啊 <laughs>？都是对老师的疑修啊。你爸爸有没有多教你什么？啊，那伯宇想了一下，啊。 啊，有一次啊，我爸爸啊，啊站在庭院，啊，我刚好啊过去，啊，爸爸把我叫过来，哎，学师傅啊？啊，伯夷说还没学。孔子说不学师无以言。啊，又有一次，啊，我我走过庭院啊，哎，父亲又把我找过来，学礼乎？不学礼无以立也、啊。 啊，就就,就这两次啊，啊，这个陈刚听完很高兴啊，哎呀，问一得三呢、啊，问一个问题呢，学到三个重点，啊，学思学礼的重要，啊，又又体会到、啊、君子怨其子也啊,啊，就是没有偏爱他的儿子啊。 其实，就是夫子啊，强调要学诗，要学礼啊，在学生面前也是一再强调的，没有说多教他的儿子啊。所以我们常常会以我们自己的这个看法、体这个这个感受，哎，去衡量善知识啊。 而且那个那个判断一下下去啊，那个疑心一起来啊，要真正学到三知识的东西就很难了。哦，所以《论语》里面呢，这些弟子们的表法啊，有可能他们是约好的了。哈、哦，这个要到极乐世界才知道了。哈，哦，他每一个角色其实对我们学习都很重要。 啊，所以这个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啊，我听同修不止一个，哎，老和尚都不讲人的，他那个语气里面呢，还带有一点责备。 真正请教的，老和尚没有不针对他的问题回答的。啊，承德自己亲身体会就是这样。啊，承德再去观察，真有心请教的，哪怕是二十岁的年轻人，师傅都针对他的提问回答的。啊，所以承德不是一自己的一个经验而已。 啊，包含我们汉学院的学生，老人家一个班一个班跟他们见面的，很爱护啊。啊，每一个学生提的问题，老人家都针对他的问题回答，哪有说老和尚不讲人的？哦，那是成年人能够直接接受指导。 谏言的少啊，为了不要跟他们结怨，保持这个法源慢慢熏，熏到善根在增长，说不定就能讲了。他也懂得问了啊，不答也是慈悲，答也是慈悲。不然呢、啊，我们不从这这个深处的慈悲深处的纯心去观察，我们从向上啊。 很容易就误会善知识了，但这个误会真正障碍是障碍了我们自己了。好，啊，所以说放下疑呀，很重要啊。 哦，我们看呢，老和尚的指导啊，学习传统文化与学习科学不同。师傅给我们点出这个差别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从小不知不觉，哎、啊，受很多科学教育、知识教育。 我们应该都很有记忆吧？啊，进了实验室啊，很多瓶子啊啊，这些实验的用具呀、啊，我们都都做过实验了。哎，学习科学注重怀疑。哎，当我们在学习科学的时候，那个怀疑会不会慢慢慢慢影响到我们对一切事？ 也抱这样的态度呢，哦，所以这要老人家点出来呀，啊，学习传统文化则必须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有坚定的信心，不能怀疑。现代人有时候听到这里啊，他就接受不了了。那当然，老法师也讲了。 我们圣贤人，佛菩萨呢，不是牵着你的鼻子走，导而弗牵，他没有硬拉你，啊，你先不要怀疑，你先照着做，个中的收获，你自己做着做着就感受到了，啊，你越感受，你就越有信心了。 对，信解行正。了，你有体证了，你的信心就更高了。哦，就好像财布施得财富，大家相信吗？啊，陈德认识一个演员。 他还没有学佛以前，每天从晚上到凌晨，可能要啊去请这个导演呐、啊、编剧呀啊,啊这些人吃饭，有时候一整夜吃两三个地方，啊，最后到哪里早餐店吃个早餐，回去睡觉。 搞了好几年了、啊，赚不到钱，搞到青光眼，青光眼会瞎掉的、啊。跟他女朋友说：“我们分手吧，我青光眼了。”哎呀，他这个女朋友可贵啊！他说：“你瞎了，我也跟你在一起。”哦，对他很振振奋他的心呢、啊。哎，结果在那。 当下，他善根出来了，找书看了。其实啊，很多人送他佛书啊，没打开过。为什么？每天都想着 m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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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啊钱啊，什么关系呀、啊、关系呀啊,啊，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了。哎，大家不要听乱听人家。 讲很多说法，一听你就生烦恼了。一听啊，你每天就在那积极营求了。所以理得心安呢、啊，没有把道理搞清楚啊，人每一天的心啊不安，都在懊恼过去、啊，担忧未来当中。 所以吃安眠药不一定有用啊，啊，而且那安眠药越吃啊，剂量要越大，到最后都伤身了。理得心安啊，所以孟子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啊，孟子说啊，有天觉，有人觉。 啊，用比较浅白的话，天爵就是老天爷给你的福报了，啊，给你的位置了。那什么是天爵呢？孝悌，啊，仁义、忠信、乐善不倦，这个是天爵也。 哎，hey, 你很认真修哦，速度很快哦，福报很快就现前了。我们看了凡先生，啊、哦，他速度稍微慢一点，十年才完成三,三千三千善，啊、哦，于净义功快一点、哦，他很用功啊，啊，对治习气呀、啊。 然后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磕头磕到流血、啊，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他，啊，能让我善念永存，善力精进啊，他丝毫自宽，永堕地狱啊！要下这样的决心啊！啊，我不能懈怠，不能自我宽恕。啊、哦，哎，他三年。 不止他的命转过来，他全家的命运都转了。啊，太太哭，孩子死了那么多啊，哭到瞎了。啊，唯一一个幸存的儿子走失了，找不到了。但他修了三年，他去考功名。啊当时候宰相张居正先生。 他在张居正先生家教书啊，哎，结果就在那个音乐里面找回了他走失的孩子，还是在一个在太监公公那里找到的。最后那个儿子回去看到母亲呢，啊，瞎了，啊，儿子用舌头啊去舔母亲的眼睛啊。 啊、哎，母亲啊，失而复明了、啊，眼睛好了。哇，你看这，真的是自求多福啊！所以，他那三年呢，存心、尽心、尽力、仁义、忠恕啊，能帮得到别人的地方，绝对不会保留啊。 尽力去帮助别人，哪怕没有能力，在心上都是祝福。啊，看到人家做，自己没能力做，随喜。啊，所以仁义、忠信、乐善不倦，这个是天绝啊，亲大夫，这是人绝 啊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啊，做个主任、做个经理、总经理，啊，或者是啊一些主管级的工作，啊，那这个是人爵。那古代的人，而且这个古之人呢，指的是孟子以前的，啊，这古之人呢。 啊，修其天觉，他修身呢？人觉从之啊，这个世间的福报自然就现前了。啊，今之人，啊、哦，那是战国时代的人了、啊。战国啊，为了利益啊，互相攻伐啊，那个时候也是功利，可能也是比较。 严重一点，啊啊！那当时候的人啊，修其天觉而求人觉，哎，希望自己功名利禄赶快到啊。结果到了，得到这个位置了，舍掉天觉了，弃其天觉，哎，开始用习气了。 开始用不择手段了，开始搞小团体呀、啊，谋利益了，啊，不管是为名为利了，啊，就不是修天觉了。所以能保持那种利益服务人民的心呢，也不简单了。走着走着。 初心就不见了。就我们当老师也是一样哦，第一年教书，一心为了成就孩子，啊，假如没有护好自己的出发心呢，慢慢慢慢教书就变成过日子了，再严重了变应付应付了，那就很可惜了。 所以，假如很相信天觉，他就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那很在乎名利的人呢、啊？哎，《论语》里面有很多句都在提醒啊。哎，鄙夫可以世间也于哉？ 就是心量小啊，这样的人可以侍奉国君吗？其实就是可以服务团体嘛，啊，其未得之患得之，他还没有拿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啊，每天就在动脑筋，我怎么去拿到这个位置？既得之患失之，拿到这个位置了又怕失去。 狗患失之，他假如怕失去啊，无所不至，他会用手段的、啊。谁威胁到他的位置了，他就回谤那个人了。都是造业啊，不明理呀、啊。该是我的，跑不跑都跑不掉；不是我的，强求不来。 不是我们的，我们硬要抓在手上啊，灾祸就要现钱。了。首先，第一个灾祸，睡不着觉。你每天在那里想着我要怎么握住这一个位置，铁定睡不好的、啊。再来呢，你的言语一定会有妄语。 你一忘语了，就要想想想，我怎么把这些忘语都要哇补一补哇？那搞下去呀、啊，想都累了。人生啊，不要搞到自己身心俱疲，还觉得自己挺委屈的。老法师说、啊，人生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的，不干别人的事情了、啊。 冷静下来，我们要调整好我们的身心，啊，放下名利，啊，哪怕是很有责任感，我们要走什么中道的路，啊，有些人责任心太重了，也把自己搞得太累了。其实一个人太累的时候啊，你的父母会操你的心呐、啊。 爱护你的人都担忧你呀！啊，哎，有些人一做事啊也很执着啊，啊，一写论文呢也很执着啊。道也者，不可虚离也，都要走中道。什么时候走？Right now。 当下，你说啊，我这个个性哦，好，我我明年改，啊，我这个个性啊，我下次改，好，你让我这一次这么做，我我下一件事我就不这么做了，好，没有在当下用功啊，不可能突破我们的习惯了，而且当下用功也不是一次就突破过去的。 所以我们看看呢，现在人累不累啊？很累啊！累是一个结果，原因在哪？放不下的太多了，牵挂的太多了，强求的太多了。人一有贪求。 他的行为啊，就不中正了，就不是大丈夫了。哦，孟子说的：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”人只要有求的心，他就会媚。 哎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《论语》里面讲的。好，哎，《论语》里面有一段话：“君子易事而难悦也，啊，悦之不以道，不悦也。啊，其其使人者弃之。小人难事而易悦也，悦之虽不以道。” 越野，及其使人者，求病焉呢？啊、哦，这个话我们假如搞清楚了，我们就知道怎样去侍奉领导者了。哎，一个有修养的领导者，很容易侍奉，但是你很难取悦他。 就是说，讲个好听话哦，他就很高兴。啊、哦，他很难用这种方式来取悦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他要用人的时候啊，都是针对这个人有没有这样真正的德行跟本事来用人。所以這，这这样的领导，你根本不用刻意去跟他培养关系。 但是这个领导，假如心胸不大，很在乎名利，哦，那你很容易取悦他啊！你你给他赞美几句啊，他就很高兴了。可是他要用人的时候啊，你出问题了，他都把责任推给你啊！你犯错了，他都骂你。 啊，真正有修养的领导人，下属错了，哎呀，我没有带好他，把责任揽过来啊。你看这样的领导者，下属很感动啊，啊，愿意跟着他干、啊，跟着他学、啊。 所以这里面都有君臣应该怎么样相处的道理啊！我们不受这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啊，因为四书五经里面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不能随波逐流啊！啊，就像现在学科学。 啊，这种风气很强，啊，哎，都容易怀疑。但是，我们明白，啊，学圣教不能怀疑。啊，孔子教我们性而好古，不能怀疑老祖宗的东西。 啊，就像跟大家提过了，啊，有一位主持人问老和尚，传统文化有糟粕，老和尚说对，啊，有糟粕，因为他看不懂，他就觉得是糟粕。接着老法师讲了，在四库全书里的东西啊，那是经过几千年的人印证的。 假如真有问题呀、啊，轮不到我们改啊，因为古人的心比我们亲近呢、啊。当然了、啊，陈德讲这一席话不是说通通有怀疑的地方都都不能提出来，哦，这可以的，可以探讨的。心有疑随杂记呀、啊，哦，比方说。 啊，现在啊，在学学术界啊，传统文化有愚孝。哎，大家不要小看这这一个质疑哦。啊，假如每一个人还没学传统文化，然后他就听到人家说传统文化有愚孝，他受不受影响？他在学的时候会不会完全相信？ 哎呦，有鱼笑哦，小心一点哦，小心一点哦。啊，哎，给大家举个例子：郭巨埋儿。啊，他的老母亲在吃饭的时候啊，哎，他一定把孩子、啊、支开。为什么？ 老人家一看到小朋友都，都都把食物喂他吃啊，他考虑的很细致啊，哎，要给母亲吃饭了，孩子一定不在跟前，啊、哦，哎，结果有版本说了，啊，粮食不够了，把儿子埋了。 我们呢，自己想一下了。我们遇到这个情境会怎么做啊？我当父母的，宁可我少吃一点嘛，<laughs> 是吧？这很很自然的嘛。哪有一个有修养的人，这个粮食不够了啊、哦，怕母亲。 没得吃了，好，先把儿子埋了。<laughs> 你不觉得这个逻辑很怪吗？<laughs> 这个一般的父母，我我宁可我饿，我也不可能让我的儿这么小的孩子先饿吧。<laughs> 所以这个版本也要合情理吧。 有一个版本比较合情理的，孩子溺水了，死了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年纪大了，有时候他遇到一件他没办法接受的事，可能他命就没了。哦，我们以前看戏剧看很多吧。哦，那老人家听到一个是啊。 昏过去了，气死了，都有啊。所以怕老人家受不了啊，哦，先不要让母亲知道，哦，先不要惊动他，先埋好，看怎么来，来应对来讲。就在这一念心当中，在在那挖地的时候，天上就。 打雷了，一下把他儿子就震醒了、哦。而且他挖挖的时候呢，还挖到黄金，上面还写着：“这个金子就是给他的，其他人不能拿。”天人合一呀、啊，很感应的、啊。哎，我们现在宜兴来的。 这个有点不符合逻辑啊！哦，很多故事啊。好，那这二十四孝里面啊，比方元朝李宗避震啊，整个地区地震，所有的房子全倒。结果那个地震震过来，到李宗家的时候，分成两条路。 到过了他们家又合合在一起，最后只有他们一家没倒。你说这科学怎么讲？这是真的，啊，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事，真是如此。但是不能讲出来，讲出来好像在炫耀，在标榜了。啊、哦，《太上感应篇》说：“不炫己长啊。” 哎，我们真的去去做过来啊！天人真的是合一的，所以你你用科学，他就说我眼见为实啊，我看到的才算。其实可见光也很有限的、啊，所以真正相信科学的人，他要持保留态度。他假如。 我我是学科学的，他很坚持自己，那也有问题。你眼见为实就是个问题。你所见的可见光的范围是很小的，你不能说以外的就不存在，你可以存疑。所以我们也会学着我们学的东西，产生我们自己的我见我慢，真不简单了、啊。 当然，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，我自己也要小心了。我有没有形成我借我卖了？哦，我也形成我借我卖了。好，我我遇到这样的人，我就开始跟他抬杠了，跟他辩论了。呵呵哦，所以一个巴掌拍不响啊。哦，那老和尚厉害。哦，那老和尚。 啊，面对一个其他宗教的人骂佛教，啊，他老人家听人家骂了两个小时，一句话都没有回应。啊，接着等那个人骂了累了休息了，好，老人家只轻轻问他一句话：“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佛经啊？” 啊，那个人说没有啊！我、哦、说你胆子很大了，你都没有看过，你就骂那么多。哎，他说那个时候那个人马上反省了。哦，当时候的人还是挺有修养的。哦，那当然，我们说到这里了啊，宗教之间呢、啊？ 要互相学习、啊，互相尊重啊、哦！他能够存在几千年，一定有他的道理的。哦、他们也是在教化嘛、哦！所以老人家强调，宗教要互相团结，宗教要回归教育，而且老人家都不是用讲的，他都带头做。 好，所以做老师的人，更是要不怀疑古圣先贤的教诲啊。就像孔子说他“树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一开头就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啊，在佛法里讲的。 就是一切众生呢，皆有佛性啊！肯定人性本善，人是教的好的啊、哦！这非常重要啊！老师必须对这个有信心，才能把学生教好。因为我们相信人性本善。 就像佛家讲，普贤行，哎，相信了就会礼敬诸佛。这个学生虽然有习气，但是他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所以我们不会轻慢他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真相。哎，我们不轻慢学生。 我们就会看到他的闪光点，他一定会有他善根流露的地方。可是我们一不相信了，哎，就会把他那个缺点一直放大了，就会看不到他的优点其实不止对学生是这样哦，在五伦关系里面呢、啊，我们这个心哎，慢慢偏了。 有时候自己都没察觉啊，我有一次对大众讲讲课的时候，啊，我说呢，夫妻白头偕老的一句箴言呢、啊，只看对方的优点，不看对方的缺点啊，这个也是老法师教的。当场哦，当场有一位女士啊，啊，就给我回应了。 他说：“没有优点，喊的很大声呐、啊。哦”好，哦，我我那时候一听完，佛菩萨加持啊，给我一个灵感啊！我就很认真的看着他，我说：“这一位女士啊，你先生没有优点，你还敢嫁的给他？你就像我们佛家讲的地藏菩萨。” 啊！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哦，没有优点，你会嫁给他吗？哦，那那这个一定是菩萨再来的哈，就像这个刘素云老师，哦，她真真的是慈悲啊，善良啊，啊、哦，她的丈夫。 精神不算很正常，啊，他的同学说：“哎、欸，他挺可怜，你嫁给他吧。”他是真的嫁给他了。好、哦，但是啊，要是菩萨在在做啊，哦，要是地地藏王才才行哈。好、哦哦，我们说我不往生极乐世界，我要在这里生生世世度众生。啊，人家有这个愿呢。 也是很可贵哦，但是我得提醒他，你下辈子还很清醒才行哦。啊，真的，下辈子生生世世做得了主，可以；不行的话，还是往生极乐世界比较稳稳当啊、哦。啊，这个四十八愿里面，除其本愿为众生故啊。 批红四凯教化一切有情，揭发信心哦！哎，只要去给阿弥陀佛报到了，再回来，不用担心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，你教化没问题。做事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啊，就是要做有把握的事啊。 不能侥幸啊，稳扎稳打为好啊。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呢、啊，啊，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是自己，没有优点也是自己，这不关不干对方的状况啊。 所以不是风动，也不是翻动，自己的心产生了差别了，自己的心增加了要求了，增加了控制了，在五伦关系里面都是这样。然后我们一增加这种要求、控制。 我们看对方啊，就会看缺点，然后跟他们的互动关系就会越来越恶性循环，真的跟外面没关系啊，所以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讲的透彻啊，菩提心有邪正真谓大小偏圆。 而而那个缘是，若见自性是众生故愿度脱啊；自性是佛道，故愿成就。不见一法离心别有啊，无有一法不是自己的心现识变的，那就不干别人的事了，都是我的心。 变现的宇宙，那怎么可以怪别人呢？啊，就像佛在经典里面比喻的，啊，我们本来是大海啊，啊，结果这个大海起了一个水泡，我本来是大海，现在我产生错误的认知了，我是水泡。 那大海的作用有多大、啊？那水泡的作用呢？一点点。所以我们本来有万德万能，结果认知啊，这个臭皮囊是我，整个无量的智慧德能都使不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把水泡戳破。哎，水泡在哪了？ 一切处都是我了，跟大海融成一体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我啊！一切法都是我的身，这是真正的自己。啊，所以这些测法原底的真相啊，对我们很有帮助。 我们不怀疑他，我们时时，哎，众生就是我，都是一体的，都是我变现的，哎，于诸众生示若自己，哎，你付出了很高兴啊，施比受更有福啊，啊、哦，就好像。 这个左手在痛了，啊，右手赶紧帮他擦擦药，啊，左手高兴，右手也高兴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，看到他成长了。说实在的，老师比学生还高兴啊。好，所以这个要相信任。 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好，那古人教学啊，主张一门深入，不主张同时杂学多门。三字经》前面八句呀、啊，对我们从事教育太重要了。哎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有这个相信了，我们就有教育爱了。 性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！哎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狗不教，性乃迁。哎，我们产生什么怜悯心了？这狗不教啊，它没有遇到好的机会教它做人了，它才会变成这样了。哎，接着教育的方法呢，教之道贵专呢。 啊，所以佛说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呢。哎，他专注，他心不散乱了，最后呢，他本有的智慧现前。你学的杂了，学不深，学的杂了，通通在死记硬背了。 啊，好像啊，这个念佛成佛啊,啊，有一个卡通影片很好看的、啊，啊，里面有好几个故事啊，啊，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，都都都真实的哈、啊，还有点，我们说现在人说智智商有问题了、啊。 那有一个修道人呢、啊，就觉得他很可怜呢、啊，把他收做徒弟呀、啊，哦，然后住在庙里啊，啊，有时候他他不懂事啊，还打他，哎呀，教你什么东西你也学不会，你就念阿弥陀佛吧，哦哦，还给他取个名字叫王呆头啊。 哎，结果这个王抬头呢，他就念阿弥陀佛，就这样念了、啊、念了、啊、念了。啊，念了一段时间呢、啊，突然哈哈大笑了。哎，结果哈哈大笑呢，他这个师傅啊，就拿棍子要打他，觉得他乱来，怎么这样笑的这么大声？啊，结果他就跟他师傅说：“你不能打我了。”哈，哦。 他念阿弥陀佛念的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专啊。哦，不可以轻视任何人，哦，所以如《弟子规》所说的：“方读此，啊，勿慕彼；啊，此谓中，彼勿起。” 啊，陈德感觉啊。弟子规》每一句呢，我们用心去感受啊，我们就很愿意照着做，因为你一感受啊，很舒服，因为这些教诲、啊、都跟自己的真心相应啊、哦。比方说，见人善即思齐。 众趣缘以见机，哎，我们感受感受那个意境。哎呀，每天很充实，我要效法老和尚，我要效法孔子，很欢喜啊！哎，我们假如不照着做，见人善即嫉妒啊，见人善即恨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 你看那种心态一起来，这个身心是比较纠结的，嗯，比较血脉不通啊。你效法人家哇，身心舒畅，还有一种动力。哎，见人恶即内行，很舒服啊。呃、哎，他提醒我，一一内行。 有绝招啊！绝，这个清净平等觉是我们本有的啊，叫见人恶即对立，见人恶即批评，哇，那也很难受啊！所以真正挚爱啊，真愿意照着经典做啊！ 啊，就好像年轻人玩电动玩具，哦，有一些报道啊，哇，打二十几个小时，打到猝死，猝死的时候还坐在那里，手还握着那个键盘，很可怜的、啊。其实他在打的时候，他的身心都是很很紧绷的。 但是就是吸毒，有瘾啊，有毒瘾，所以世间呢，财、色、名、食，哎，赌博啊，吸毒啊，啊，玩电玩啊，玩乐啊，都容易上瘾啊，最后我们自己做不了主。 我们现在看到那十几岁的孩子，你注意看他的眼睛，没有神了、啊。看人不敢直视看你，为什么？他私底下做一些他觉得不好跟人家讲的事，他为什么不敢看你？那也是他的善根，他觉得不好意思啊。 不好意思，看看你。他假如做坏事啊，跟你装着都没事，那就严重了、啊。所以说实在的说，父母、老师不能发现学孩子、学生的问题，感觉是不够陪伴他。你真陪伴他，其实他有什么波动啊？ 不难感受，问题是我们的心要定啊，当老师心要定啊，啊，我们的心很定，孩子一坐在我们面前，你就能感受到他的情况，他的气色啊，他的眼神呢、啊，他的谈吐啊。 言语是心之声呢，你一听他讲话，他现在的心态是什么状况，不难了解。现在想想啊，我们的孩子比我们难太多了，他们所面对的诱惑、挑战。 我们得替他们好好考虑啊，好好护持、护念好他们啊，不然一染上什么坏习惯啊，一生呢、啊、可能就毁掉一大半啊，一丝逐成 千古恨呐、啊，《群书之要》里面讲：“从善如登呐。”哦，我们今天要去落实一句经句，我们要很努力的把坏习惯去掉了，我们才能往上提上去。哎，我们不能发脾气了。啊，我要柔和了。我们不把脾气放下，怎么柔和啊？ 从善如登呐、啊，跟爬山往上蹬呐、啊，要跟地心引力啊、哦、对抗啊。从恶呢，哎，去赌一次博，就好像一步没有踏好啊，就滚到山下去了，粉身碎骨都有啊。有啊，家里很有钱。 被人家算计啊！几个人合起来骗他，拉去赌场，最后全家在一夜之间通通被人家设圈套了。说实在的，很可能这个人有炫富，有钱太张扬，会招来祸患。 所以啊，要有智慧啊，应对世间呢啊,啊，甚至于你你有钱呢、啊，都不能让孩子知道啊。你一让孩子知道了，他还努力啥？ 啊！我爸的钱呢？我两辈子都花不完，我还读啥书啊？我还努力干什么？啊！所以真的会教孩子的，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们，但是你想学什么，我全力栽培你。那孩子就就是啊、呃，那我得自己好好努力。一有依靠，他的潜力就出不来了。 所以，真正疼孩子要用智慧的，不能感情用事啊！我们的下一代面临的境缘呢，比我们难很多啊！哦，什么打电玩，我我们那时候那个电脑都很大一部的。 所以没有做那些污染。现在一个手机，所有全世界可以染污的东西，我都可以上去，太难了。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，真正为孩子的一生着想，甚至为孩子了脱生死着想，你就会赶来住院 因为佛菩萨是同体大悲，世间在作恶，他们的悲心越切啊！哪一对父母真的希望护好孩子，真的希望成就孩子，铁定会有佛菩萨来帮助他啊！承德是坚信不疑，同体大悲啊！ 尤其培养护好这个孩子，以后不知道多少众生要受益啊！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不能只是一个家族的角度啊，要为整个民族、整个人类去思考啊！啊、哦，当然，假如发现。 好的老师，哎，真的，现在要找到一个年轻人，愿意陪小朋友，啊，一天光读经六个小时，一年要陪多久啊？两千多个小时啊！哦，我听到这里啊、哦，啊、哦，我羡慕这个年轻人，羡慕的要命。 哇！我一年可以两千多个小时都在读经啊，心都可以安定下来，那神交古人，多喜悦的事儿啊！啊，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啊，有不少同修啊，很发心啊。 按照古法，不折不扣在教啊，而且啊，早上起来拜佛，运动，啊，一动阳气起来了，啊，所以动生阳啊，善生阳啊，哪个善比念佛拜佛更圆满啊？啊然后晚上呢，绕佛。 哎，晚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、哦，那小孩子很好入睡的，念完佛睡觉，好、哦，哎，睡觉一起来再拜佛，看不打妄想啊，哦，通通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，好、哦，有些学生呢本来玩玩电玩的，刚来的时候都受不了啊，毕竟小孩可塑性还很高。 进门了，手机、电脑上缴。啊、哦，我现在也很想找一个地方把我的手机收掉。<laughs> 哦，对，我找到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下决心啊，收吧。啊，<laughs> 呃、本来在玩电玩很很厉害的孩子也改过来了。啊，我说这。 这样的老师啊，功德无量啊！不然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回头啊？啊、哦，那他老师们又给他讲解《弟子规》：非圣书，秉物事啊，必聪明坏心智啊、哎。一段时间只读一本书啊，读两百遍，终身不忘。 啊，所以方读此，物目彼；此谓中，彼物己。啊，所以研究学问呢、啊，要专一呀、啊，要专精啊，才能深入。啊，不能这本书啊，才刚开始没多久，又羡慕其他的书，想去看看其他的书，这样永远也定不下心来。 啊，圣教走的就是戒定慧的路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就开发本有的智慧了。啊，任何教育的方法，只要心定不下来，一定是错的，误人子弟呀、啊。 啊、哦，必须把这本书读完，才能读另外一本。啊、哦，用古人重视读诵，开启悟性、啊。透过读诵，让他妄念越来越少。啊，妄念越少，心就清净，清净心呢，就显发根本质 要般若无知，就心地清净了。心地一清净啊，等到他十四五岁，给他一讲解四书五经，他马上就能理解。啊，这个就是他的清净心起作用了。般若无知起作用，无所不知。一听讲解，很容易就体会了。 这些原理原则我们清楚了，哪怕别人批评啊，不支持我们，我们都义无反顾的照这个方法来陪伴孩子。哦，好，那当然也要看孩子的客观状况啊，啊、哦，有些人一听老法师讲，啊，一天念十个小时。 他就执着在这个时了，啊，这个孩子呢，现在只能两个小时，他一定要逼他十个小时，铁定出问题。你可以从两个小时到两个半，所以为什么说法无定法，因材施教啊，啊，不能一听一个做法就执着这个做法。 然后控制要求啊，如诸子同盟须诸里里头，古人云：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现啊，啊为熟读则不待解说啊，自晓其义也。啊，这个真的哦，还没给他解说啊。 哎，四书啊，幼学琼林啊，这些经文相贯通的地方，他自己就想通了。啊，这个悟性啊，是每个人本有的。心一清净，心一定了，他会起现前啊，如果对这些教诲没有信心，自己就很难坚持做下去。啊，也很难坚定地要求学生。 按照这些规范去做，所以老师的信心啊，会影响家长，影响学生哦。啊，所以必须对古圣先贤、老祖宗的教诲具有信心，才能制定常规，彻底执行。啊，传统文化教育才会纯正。 教学才会日进有功啊！我们的根性啊，啊，已经啊，有点不如古人了。假如连做法上我们都不能坚持、啊、这个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了。好，好。 哦，那这个接下来啊，老人家是以温良恭俭让啊，以孔子的这个五德来提名我们啊当老师的啊弟子们。 哦，那因为呢，接下来啊，哦，哦，还有一个礼拜哦，我以为接下来要放两个礼拜了啊、哦，怕太久没有见到你们啊、哦哦，我们现在这个行宪纪念日啊、哦、啊，圣诞节放假了啊，接着呢。 啊，一月一号又放假，啊，所以我们下一次课程之后啊，要放一段时间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我有点记错了啊，有点紧张啊，因为啊，毕竟呢，这个一放啊，我们会遇到冬至啊，冬至要祭祖啊，啊，而这个。 《礼记》记统里面有说啊，我们要治理人民啊，啊，莫急于礼呀、啊。那、啊、就最紧急、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礼教啊，礼有五经呢、啊，啊，礼分呢、啊、吉凶、军兵家五类。 莫重于祭，所以祭祀啊，是所有礼教当中啊重中之重、最重要的。那我们刚好遇到这个祭祖的世界姻缘呢、啊，啊，所以冬至啊、除夕呀、啊、啊清明啊。 中原，这些都是祭祖啊的时间点啊，礼呀不能太多，哇，你一年祭太多了，哎、欸，他他觉得时间呢、啊，这个工作上有压力了、欸。周公考虑的很细致的啊，一般一年两祭啊，啊，春秋两祭啊。 啊，为什么祭祭礼重要呢？因为他在教我们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厚啊，教我们饮水思源，知恩报恩呢、啊。这个人的德行的根就立起来了，知恩报恩呢、啊，这个人。 是有福之人呢，好，所以从对于生者的一个感恩，延伸到对亡者的感恩，视死者如是生，再延伸到对大自然的感恩，啊，祭山神呢、啊，祭河神呢、啊，祭苗架神呢、啊，哎呀，我今年收获很好。 啊，这可能无形有在帮助我的这些神灵啊，这个不是迷信啊，它最主要的精神在哪？饮水思源，知恩报恩。结果我们一看《地藏经》，哇，好多神灵啊，他发愿就是护持哇刚出生的小孩。 啊，他刚出生呢、啊，身上都有血气呀、啊，啊、哎，有一些可能过去生不好的缘呢、啊，可能会找他麻烦呢、啊。哎，你看这些可能是菩萨化成鬼神啊，来护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读佛经才明白这些真相啊，所以看得到的要感恩，看不到的也有不少要感恩呢、啊。 好，啊，因为我们啊，有请大家呢，啊，学习老法师的孝亲尊师，啊，是圆满成佛之根本，啊、这也是老人家啊，在二零一六年的清明祭祖法会上的开始。啊，尤其呀、啊，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。 的由来啊，讲的特别的细致，啊，每一段呢、啊、都很重要啊，对于我们认祖归宗啊重要啊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啊，啊，承德有一次翻开。 德育课本，因为德育课本是蔡振生先生他编的，啊，哎，打开来就有一篇啊，蔡氏的始祖蔡仲先生给后世子孙的勉励，啊，我一看里面有一句啊。 我们蔡氏是文王的后代啊！哇，我当时看到这一句啊，就想到啊，孟子说这个文王啊，视民如山啊，哦，哎，文王看到枯骨啊，很很怜悯啊，把他们埋好，啊，埃及枯骨啊，很仁慈啊。 他已经很用力在照顾百姓了，心里还是战战兢兢，很怕百姓受到伤害、啊、哇！那看到这一句，又想到《孝经》说的“无念而祖啊，欲修觉德啊，啊要念着自己祖先的德行要效法”。哦，所以看完这一篇蔡仲啊，这个祖先的教诲。 我感觉我的人人的感，我我自己的感受都不一样了。啊，用我们台湾的话叫“走路有风啊”啊，好不是，呵呵好就是走路会很注意，不能丢祖先的脸哈。啊，所以这个认祖归宗啊是大事哦。 哦，那这个老人家后面呢、啊？啊，以这个五德啊，启名。我们、哦、温温啊，哎，温温和啊我们应该啊，温文儒雅，处众和睦，心平气和啊、哦，心平气和才能讲话哦。 不心平气和讲话，伤了自己，伤了别人，甚至于破坏团体气氛了。啊、哦，要和颜悦色，让人有和蔼可亲的感觉。啊、哦，当然这种温和也不是装出来的啊，诚于中，行于外。啊、哦，第二呢，善良。 啊，应该呀、啊，心地善良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哎，从我们身上展现了仁慈博爱的精神。啊，第八呢，恭敬。啊，传统文化老师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恭敬。 啊，正如区里所说的“无不敬”，啊，任何时候都要心存恭敬，啊，不要有不敬之心。这个也是尊重自己、自重自爱的。啊，哎，自己自重自爱，展现出来外表啊，就是庄重，不随便。 那这样，我们恭敬呢，一分沉敬得一分利啊，十分沉敬得十分利好，所以老师要给学生做出恭敬的好榜样。哦，以前呢，啊，听到说哦，要给人做好榜样。 好像很有压力呀、啊。后来真的教书了，我们会想啊，啊，不给孩子做榜样会害了他，所以变变成一种动力了，不是压力了，甚至于变成什么感恩学生呢、啊？啊没有学生这样的镜缘呢，自己警觉性不会那么高啊。 容易放任自己的习气了，哦，看着他们信任自己的眼神，啊，就会有一种鞭策力啊，哦，也不能对不起他们的信任，啊，好，啊，这个“俭”呢，我们下一次再说、啊、这个字啊。 意涵也是很深很远啊，啊，我们不能一说，哎，俭，省钱，啊，节俭，不乱花钱，那这个就局限在一个意思了。俭是一种心境的、啊。老子，啊，这个老上提到了《道德经》，说：“我有三宝啊。” 持恶保之啊！一曰持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这真的是道家三宝，这三点我们真的去落实了，你人生一定幸福啊！我们儒家三宝：君亲师；佛家三宝：觉正经 哦，都有三宝，这是儒释道圣人的慈悲，让我们掌握纲领。好、哦，好，啊，这个，哎，谢谢大家啊。陈、哦、泽想呢，我们下个礼拜啊，进入这个孝尊尊师是圆满成佛的根本啊,啊，每一段。 啊，大家假如有感触啊，或者有体悟啊，都可以跟我们分享。哦，像我们陈校长一有感悟，他就举手。哎，不然我这个习气很重啊，一讲就停不下来。哦，应该呀、啊，我们这样大家多交流，很好。呵呵好。 因为啊，大家这样互动啊，就相关而散的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